站住啊！别打啊！站住啊！你老公不在家？不在。真的？啊！快点啦，啰嗦那么多。在哪里？来来来，这里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哎呦，古董哎！对呀。哎呀，那么新呐、啊！不止这个，我还有一个宝贝。你这个有点年份了，有宝贝拿出来看一下。哦呦，哎呀，真的是个宝贝呀、啊！哎呦，还可以开，这里还有调台。哎，拿个臭袜子给我干嘛？臭袜子包的是好货啊，宝贝在里面啊。哎呀，古董啊，知不知道？哦，那这个是我老公的。大爷爷留下来的，真的啊！看清楚啊，真的是个好宝贝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我都好多年没见了，我之前有收过一个，哎呀，那你收多少啊？这个年份起码有几百年呐、啊，几百年了啊！哎呀，不错，哎呀。还保存那么好，真的是好货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这个呢，我就给你8000吧。才八千呐、啊？才八千我不卖。哎呀，都是这个货色，都是价格啦。我们拿出去，你也让我赚一点呐、啊，是不是？赚。那这个电视呢，我就给你6000。意思说才14000啊？啊，太少了吧？最少20000，你爱要不要的？那你也要我赚一点嘛？都给你赚了，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卖给你了？我老公知道啊，回来要我的命啊！20000块钱啊！那不说了，一口价18000，你发我发，大家一路发 ，OK 吧？可以吧？哎呀，那行吧，行吧，那行。哎呦，我给钱了。我这个眼睛你帮我追一下，怎么了？不知道什么掉到里面去了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帮看一下。哦哟，有个虫子飞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干嘛？你干嘛打我？干嘛打？哎呀，太误会了！光天化日之下撞到我家来，误会什么？等一下我再收拾你。哎呀，刚才有虫子飞到眼睛里面，我叫他帮追一下。还追一下？我都亲眼看到了。趁我不在家招别的男人进来是吗？没有的啦，说那么难听啊。像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不守妇道啊，回头我再收拾你。兄弟，我跟你老婆真没有什么，还跟我争兄道弟，败坏我名声。今天不赔个35000的你别想走。我又没有做什么事，你没做什么，我都亲眼看到了，还没做什么。我要不是进来的早啊，刚刚你们那个嘴巴都堵上了。哎呀，说那么难听，你都说误会了，还说。哎呀，赔钱！你大哥，没有30000块钱，今天你走不了。哎呀，那我给你200块钱，喝喝茶嘛，买买。200块钱你打发要饭啊？没有30000块钱你走不了，我马上喊村里面的兄弟过来。哎呀，我跟你老婆没发生什么事，不给是吧？不给好，我马上打电话。哎，别打，有事好商量嘛，打个折，15000。来跟我讨价还价是吧？给，等一下我叫兄弟来，狗腿都给你卸掉。我真是倒霉呀、啊。少废话，赶紧拿钱！还有你啊，回头我再收拾你。这么不守妇道，杀生！还不走是吗？笑什么笑？还有脸笑？行，给我，来，快点，拿来！哎呀，干嘛？钱都到手了，你还装什么装？装什么？好啦，
你的，你看你的宝贝还在这里呢，我们又得了一笔钱，看。什么？你意思是想把我这些古董卖掉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要不然我们拿来也没有用啊，现在用不到这种啊。哎呀，老伯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叫你不要赌，不要赌，天天赌，打我是不是要赌输了？啊，打我这些古董的主意了？这种钱不能拿啊，知道吗？这是犯法的。他自愿给的，犯什么法、啊？什么自愿给？等一下，人家出去报警了、啊，我们两个都得进去再缝纫机啊！说那么严重？哎呀，跟你这种文盲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哎，我赶紧把这个钱拿回去还给人家。钱都到手了，还放出去？哎，到手，回头我再收拾你。哎呀，笨蛋，钱到手了还要放出去？哎，老板，哎，站住啊！别打啊！老板，哎，站住啊！哎呀！你把老板啊，真是啊！哎呀，你保什么？大哥啊，钱都给你了，你还干嘛？哎呀，老板啊，刚刚真的是对不住啊，原来是一掌误会啊，我是回来把钱还给你的。来来来，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去你家跟的，只是纯属的收古董啊。我哪里敢对你老婆有非分之想啊？哎呀，你不要生气哦。啊、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哎，钱呢我送回来给你啊，因为刚刚我老婆她也是一时无毒啊，也是赌输了好多钱才打我那个古董的主意啊。你要是真心想收的话，要么现在跟我回去我卖给你，要不然你有空了你过来也行。那可以，我高价收回你的，我不挣你一分钱。好，走。